他们似乎要办一个路跑，又称这些参加的参赛者称为堂口生物，似乎把自己从一个政党作为黑道组织。那昨天蔡壁如找道士找牧师的活动，在中秋节的活动呢也搞成了像法会一样哦。所以到底他们是堂口组织，是黑道组织，还是宗教团体？我想这些活动的规划我们当然都无权智慧，只是我们认为民众党现在最重要的课题是要回到司法的领域，好好的去说明事实，让真相厘清。面对京华城的弊案、柯文哲涉案，都应当是相信司法，相信法院，而不是相信法师，应当要相信法院，也不应当是相信法会哦。